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规模 9.0 强震，破坏力惊人，除了引发海啸，其他地区也陆续传出灾情，天地负重告急，大灾难一再实现。大家双膝长跪，双手合十，以最虔诚的心念为日本祈福。人伤我痛，人苦我悲。马来西亚分会志工和同仁们期盼如此的善念能化解众生的恶业。每个人都感到非常的难过啊，也很震撼。那希望说借着这样的一个心情，那化这个悲情的为一个力量，所以想说叫结合，那我们这个所有的同仁呢，来共聚这个善念，那我们一起来虔诚祈祷，那把这样子的一个爱呢，能够送到我们的灾里。深信善念共振的力量，马来西亚分会也展开了为日本赈灾募款募心的活动。也很感恩，我们此际一路来有跟一些的医院还有一些的商家有很好的互动，然后目前呢那些医院还有酒店饭店还有一些的商家已经主动的邀请我们慈济人进去募款，所以很感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发心，让我们慈济人可以总动员起来，可以启发更多人的爱心，把这份的爱心送到日本去。志工和同仁们赶至爱心箱，各社区志工们已接到消息，即做出人力动员安排，希望募得人人一份清净心与爱心。大爱新闻马来西亚槟城综合报道。